神奇小溪，应该有原生鱼。这草不深，这应该适合飘钓哦。挣扎都不挣扎，太扯了吧！现在冷的点的，所以它咬控比较差，但是很大的。拉不起来的鱼，哎，有点扯。刚刚没有录到，刚刚有拉到啊，结果
我很有力气。比较像草呆的，力量很强，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大家拜拜。应该是母鸡，还蛮漂亮的。干那一条是红色的，好像
刚刚那条是手杆是红色的，然后那一条手杆是这一种一般的，记得漂亮。大致上还 OK。都很聪明的，地道十足。好了，你都回家了，拜拜。谢八了，养鱼子出来的吧，好大的啊，很肥的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白，今天在这个钓友介绍的地方钓，还不错。鱼还蛮多的，水够深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没有被外来全部先灭掉，所以还有许多大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调查就到此结束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